那么多小朋友已经在门口趴在墙上。好，一变长变长，要转过来看我。哇，变一个超长魔术棒。这，好小心弄到后面的阿姨啊。好，一给我要开门，要进去玩了，要进去排队了。飞宝，哇，打开，哇，一很开心的要去。杰西，等我。好香哦，这里是什么？哇，依你看这里是，哦，等一下要叫小秋老师在这里上课，啊，那依依要叫小秋老师来上课吗？你不以前最喜欢小秋老师帮你上课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你，我是要从这里出去里面吗？对呀、啊。你看，会这样，还有这样。这是小秋老师，这是飞宝，不是飞奇儿啊。可以脱鞋子吗？还没。可以脱裤子，可以脱衣服了。噔噔噔噔。如果全世界都有读心术，对啊，等一下会有小礼物啊。问一下。